我基本上一定靠路米去推抢中线嘛，然后抢完中线，我们再去带边。啊，我若不靠双线，他们飞飞感觉还是很危险。中期的时候啊，对吧？是的，我们只要14分钟后的那个中线，因为我们中线需要看路米皮一点，这把路米不皮，我们不好玩。那边线太油了，他们这波动啊，要动了还是什么？我有踢，可以看。哦，就我们要拍一波线的，先来打人呢、欸，不然我们这样都没线选。我准备看 T 二，准备看一下 T 二，你们能踩下去吗？看一下布鲁斯。我在看，我在看。哎，我 T 二，我 T 二。先干掉，先干掉。不要钱，不要死，不要死，不要死！给我钱，给我钱，给我钱！有人 T 二，有人 T K 打，可以打。慢点，开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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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闪了，没闪了。吃掉，吃掉。开始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这次我闪，我闪，这次，这次。好，我们回下，准备看一下先。Nice。小心。一直走要给吧，我就一直走给。哎、欸，拿下塔吗？我拿下塔，我拿下塔。不回了，直接不回，直接来，直接来，都来，都来，都来。安妮有踢，我有踢。安妮，直接跳中，这里有一个后传，这里有一个后传员，我要保线，我要保线。他安妮在中，这波中线要看，这波中线就来。你看杨敏智变一下，可以变小变吗？杨敏智。哎、欸，我回不买金人，回不买金人。对哦，没有变了，我变了，我回不买金人。还是得看的，这还是得看的。我会看 T， 我看。他砍杀收线就准备开他，可以吗？你看能不能早接开他？对啊，又想开，对啊，又想开。第二。老蒋，看看老蒋。热死，可以看看什么？可以看看什么？安妮没到，安妮没到，安妮没到，看死。哎，后面上，看老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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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蒋。绑到。哎，安妮没到，安妮，看，安妮没到。我来溜，我溜。他没走。哎，你们帮我吧，帮我。安妮没到，安妮没到，有金人哦。好。然后没事，就吃掉，或是你在右边一点吃，哎，吃掉，直接去小红再吃掉，好不好？来得及吧？可以，来得及。吃小红，先吃小红再回，先吃小红再回，真的，先吃小红再回。然后吃完角龙后要小心哦，他们能进攻的。吃完角龙后，他们有踢吗？我觉得安妮没有，安妮应该是踢后的，我猜。贾哥是有，贾哥是应该是有。吃完再回，吃完再回。这边，哎 ，B 板中线来 B 八龙可以吗？这波吹板中先放了，这波吹板中来 B 吧。看，他贾哥是踢的。先开。他贾哥是踢过来的。好，来来 ，B B B， 来，团子好打的，团子好打的，注意安妮位置，注意安妮位置。我们打往左边拉可以吗？我去打你，就吃，先吃就吃。你看你给我闪开好吗？杨明正你可以吗？可以。这可要站一下。对，在右边，就直接劈闪吃到底，然后正面打团。劈闪没到，信我。来，看团。往左边走。好，我到。看一下，我没有。慢第一个。拥抱！干你！是不是杨敏智？